政策叫做 Open Data Policy，这个理论上是所有的资讯要对民众公开的。那我现在比较有把握的是，假如是国土资讯方面，上内政部的 TCOS 网站基本上都在那里，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些资讯是一定公开的。假如你们上网发现它不公开，你们赶快告诉我，我可以，因为那基本上是公开的了。I'm very sure。那个国土方面的，现在问题是说，大家讲的是管线呐、啊，其他方面是因为它散在其他很多的国会，那它当然没有变成一个资料库，所以它没有，它也没谈不到什么公开不公开的。所以我是觉得，起码国土规划的这一块，原则上是公开的。那第二个，我是觉得。当然，人民不相信政府有很多原因嘛，啊，有很多原因，但原因还不是很单纯。我是觉得今天政府每一个政策都应该是勇于跟民众来沟通，让这些 NGO 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反对的团体，我觉得大家应该很专业的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它落入一个。很情绪的这个一个情绪，因为我在政府，不管他从省政府到县政府到中央政府，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碰到问题就掉到情绪里面去，或是掉到意识形态里面去，那这样子其实并不助于整件事情的这个对话。所以我是，然后另外就是说，刚刚讲全国能源会议，我们也必须要思考，因为我这个全国的什么国土国安会议、水利会有个团。开过数十次，我们开会的方式要改变。假如就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讲的，你期待这么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全国能源会议3个小时可以谈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不可能。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对话的节奏、议题的分析，然后慢慢把它 streamlining，就把它 streamline 到几个主要意见，然后那些到全国会议去。是可以的，它有一个很长的准备工作。其实我再举荷兰的例子给大家听好了。这个国家呢，他们在谈荷兰的气候变迁，他看到的是从2005年就开始在谈这件事情。他们在谈荷兰的气候变迁，包括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议题了，节能减碳跟因应调适。他们为了要形成国家的政策，2年。全国花了2年谈了4000个小时，最后得出一个政策，然后大家往前走。但是这2年的时间，台湾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耐心？有没有办法忍受？有没有人有办法去操作一个2年的全国对话？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不然我们都羡慕啊！你看人家多厉害，他们要把一个堤防拆掉，把一个原来的一片填海造陆产生的牧场。让他回还给海洋多久？2年，跟这些牧民面对面沟通，2年的时间花完以后呢，地方拆掉，往前走，现在发掘完成了。我是觉得我们台湾人不要说2年了，我们有没有耐心花6个月？大家真的坐下来谈，我们到底要不要核电？我们到底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重大政策，我觉得我们都要有那样的一个耐心跟智慧。来操作这件事情。那假如这个过程我们都跳过去，不谈的话呢，我告诉各位，你开100次全国人民会议也不会有结论的，因为那些结论实际上早就拟好了，只是开完会以后让大家背书，最后变成决议。所以我们开会的方式要改变，对话的方式要改变，我们有很多需要跟其他国家学习。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整个社会，刚刚大家提到一个就是整个系统。整个社会不信任。那刚刚有记者朋友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或是其他朋友提到的，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是不信任的？那这个社会不信任，使得所有的公共政策，使得所有的正在运作的政治跟社会系统都非常脆弱。那大家看到就是掉入了蓝绿，掉入没希望，掉入了互相拉扯，所以整个。拉得非常松，所以另外一个是公共政策，比如说建设上，我们也看到，就非常多的这个高度不对立。那刚刚这个记者朋友提到，我想到就有
量。如果这个社会已经不信任，有没有方法去让他信任？那刚刚李老师特别提到的一个是对话，就是社会建构。那社会建构的对话，它需要有一个回到我们刚刚讲，需要有一个很充分的风险资讯的基础。好，所以我们就回来看，在我们的法制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公开或风险资讯充分公开的一个机制？好，那刚刚李老师特别提到这个国土规划这个部分潜在的真的很清楚。那各位想想看，这是高雄情报，大家现在还是在讨论说管线可不可以公开给民众。我跟各位讲，1979年的我刚刚讲的美国的这个危险物质的管线的安全法，它是要求公司必须充分的公开管线资讯给民众。所以在美国，其实你打811，你也很可以清楚你家附近有什么管线。但是我必须要给你们讲一个前提，只有维生的管线，就是瓦斯、自来水这样的管线能够进入市区，这样的危险管线是不能进入市区。那瓦斯管线危不危险？台北市也发生过气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资讯公开，必须要彻底要发展，要改变。如果我们在法制的建构上面能够的确落实这个资讯公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是要。那当然，高雄市现在有很多难题大家说啊，底下已经埋了很多危险、很多化学物，这个石化的管线怎么办？那是现状，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 paradigm 来思考，那怎么办？往前走，总是要往前走。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社会如果还存在无论是环境或各种议题还存在不信任的时候，怎么样慢慢的离心，慢慢的走出来，这个都是非常需要往下走。或者各位要等着我们的年轻人又不耐烦了，待会下一次的太阳化学又出来了。OK 好，我们还有请。